有没有心疼阿飞的啊？如果你心疼阿飞的话，你可以站着看直播啊，赔一个。站着看直播第一人，阿飞，你是我直播间的站着看直播的第一人，明白吧？唐顺宇啊，吴中宇，彩旗，看好了，没用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啊。红的码是102579啊，第二个是102579，102579。没事，队友的死亡让我感觉到兴奋，发啥信号啊兄弟？跟着你后面走过去的。啊！完了。小米红 buff 啊，这 buff。这种局让我兴奋，宝贝，明白吗？我在这个时候我不会怪队友的，我只恨队友不能再多送一点，明白吧？人马打塔斯克很难打的。你把这英雄没用的东西，哦呦！我操！我道歉。哎，好 Q！ 哇，好 Q！ 真好 Q！ 阿飞给他后脑袋一个脑瓜崩，你在笑吗？你刚才是在笑吗？我全程演出。我说了，你让我看到你笑，这个笑容会从你的脸上到他们的脸上，明白吧？你不会像让别人看见你当小丑吧，阿飞？再多送一点，队友的送让我热血沸腾。哎，一切尽在卡牌中。刷虎牙一靠能让阿飞坐下看直播吗？可以。好好好。有兄弟想赎你啊，阿飞，你人缘这么好吗？
怎么搞的？你感觉不好打了吗？伤害那么高啊！哦，天书哥，因为他用 Q 感觉直接把他打穿了都。看我，让队友尽情的死，死的不乐意都死也，我塞他们，这才是一个王者在这个阶段该有的气度。炸鱼鲜鱼菜，你是个人啊啊！蓝宝石，在后面算。跑就跑了，叫什么呢？阿飞犯了什么错要站着？打完跟你说啊，打完给你看，兄弟啊。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他站着都不配啊。这把感觉形势没有想象那么乐观啊！哎，我操，这个大招，两双大招，一个大招搭在这边，一个大招这样打。我是拉个四一穿二啊！藏宝图能让你看站着看阿飞打游戏吗？站多久？你说再站多久吧？啊，老板你都看着我了，你说站多久？你就说你要我站多久？你告诉我，哎，我配藏宝图是我能拥有的东西吗？我配吗？老板，你别说了，你送藏宝图，我站着看阿飞打四局，啊，我就一直站着，我不送。我给阿飞捏肩搓背，哎，做好服务。
装什么东西啊？你们装？哎，别想，你他妈死有余辜，死不足惜。死不足惜，能不能给我一次改过自己的机会？在后面站着。我已经一个单杀了。哎，不是，你打的是这种局，为什么能打成这个效果？我不太懂，你是故意的吗？阿贝，还是说你的实力就是这样子的？没办法，就实力就是这样子的，是这个意思吗？有枪手，明白了，有枪手那不能怪你。有枪手太夸张了，说实话，的确。随他去吧。有枪手，说实话，太夸张了。哎，我操，看得好馋啊。但枪手为什么不玩汤姆这种笨蛋英雄呢？那霸哥不也是可以成为枪手了吗？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啊，你是枪手，你会玩汤姆吗？啊，你觉得霸哥在这种局他是选汤姆的概率大一点，还是选盖伦的概率大一点？不好说，可能会掏个石头人出来。的确，霸哥不能以常人来论啊。杀我！哎呦，我想死。加一，二比零。你觉得霸哥跟我谁强？那还要问吗？说出来。不用问。说出来。这种问题还要问？说出来。不好说。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来，谁强？那肯定是神强。你说的神不会是霸神吧？不，是什么神？五虎神。那我就心里有数。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心里有数。站好了吧？站好，脸上不要有笑容。我全程严肃。严肃。我巨严肃。把脸给憋起来，撇着嘴。为什么我会在这种局杀的这么游刃有余呢？为什么你玩个打野，你知道如果是沙莉，他玩这个局他会杀多少个吗？最少100个。最少100个，你玩这个局你赢都赢不了，还说这个队友菜，这个局的队友队友菜，很难想象你这是一个人能说出来的话，你知道吗？你比沙莉菜吗？大声说，你跟沙莉，你比沙莉菜吗？我没有，你比他强，你比他强吗？我比他强，能不能证明自己？能，下一局行不行？下一把。你不要让我觉得你连霸哥小黄毛都不如，我会很失望的，知不知道？别人说黄不如飞，黄不如飞，要证明自己。
哎这啊这这伤害好高呀、啊、哎这好看这拉个闪还能操作的3-0啊3-0我记得你记得你得告诉观众啊让观众知道3-0对啊让观众兄弟们知道呀还有超神哎一次不死没了哎我这波菜我这波中了一个灭货是真的是哎这波有操作空间的拉个闪就好了还好超神没超神没死我们不能嘻嘻哈哈了，知不知道？我没嘻嘻哈哈。我们到早上9点就嘎了，现在只有9个小时了。我没嘻嘻哈哈。你已经浪费了2个小时，你知道吗？1个小时。哦。那没二了，加一吧。4-0。下把给你加200个，加不到200个怎么办？100个，加不到100个怎么办？我自己垫自己。好，兄弟们听到了啊？垫哪？哪都垫。哪都垫。从脚趾板垫到头发。这么严格啊？现在我算了，垫下屁股就行了。你哪都垫，到时候怎么结婚呢？看到你这么想发愤图强，我很欣慰，成长了，阿北。这个卡莎只要敢试这个线，他就得死啊！当你看他在地图上的时候，直接加一个。阿里有区别吗？阿里不行。哎哎哎！我。What the fuck？ 4-0，信用说。不会有共享 MVP 吧？应该不会，我中单。好肉啊！哎，为什么我打这种局打成这样子，你打这个局会打那样子呢？有枪手，一个青铜白银局给你闹麻了。有枪手，那塔姆。你就说那塔姆，那塔姆那是因为跟你打，我若是知道那是塔姆，根本就玩不了。
这个碰到枪手，他什么枪手？哎呦呦呦呦！打个青龙白银黑铁局给你打成这样子，小姨，我给你。哎，别给我吃！哎，我不想吃。哎呀，吃到一个大兵。嗯，没得，不好意思。哇！哎呀，不是单杀，不是单杀。